东，我是法医，那是我妈，出发。停车费呢？小客车是50，摩托车我记得是20。然后刚刚很努力的开完车，谢谢各位大哥们的帮忙。先动喽，现在要先去吃午餐，吃完之后再往上爬，出发。
冬的第三天，来到了富里的这一个稻草艺术村。然后刚刚是从长滨开了大概快一个小时的车来到这里，那我们就进去里面逛逛，然后跟动物们拍照吧。表示瀑布太小条，有点无聊，所以要离开这里去吃午餐啊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